王宏威二十八号在脸书指出，郑明谦担任台廉政部门负责人时，发动查办林子庙涉贪案；在任台北地检署检察长时起诉高洪安，事后直接被赖清德点名出任台法务部门负责人。侦办高洪安的检察官卢慧山在高洪安宣判当天升任新北市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慈健则升任台法务部门廉政处会选查查科长，案件审判长廖建杰也。 升任台中法院法官，这也实在是太不避嫌了嘛！这一连串难道是巧合吗？检察长也好，或者是检察官、法官能够配合来办高洪安，变成司法的中南途径，毫不避讳，立刻升官，就是跟那个三中案一样啊！起诉马恩九了以后，四个检察官全部升主任检察官，立刻升，明目张胆，也给其他检察官看看，听我话的跟不听我话的有什么差别？ 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用政治黑手干涉所谓司法，为民进党办事就官运亨通，不顺其意就遭撤职贬官。被起诉的高洪安前助理王玉文则爆料，检察官说上面指示一定要起诉高洪安，一定要起诉你们这些助理，炮轰这根本就是政治办案，就是一定要办到为止，坐实了这就是一个政治追杀、政治迫害。